请问台语有真多特别的词，啊，什么时阵爱用到当嘴齿？A 食串冰的时阵 ，B 寒天吼徛伫路边的时阵 ，C 就是挽嘴齿的时阵。你有40秒时间。OK， 当嘴齿是啥物啊？当嘴齿，啥物意思？当嘴齿，恁嘴顶问两摆啊，无人插你呢。当嘴齿啥物意思？我来偷问一下，对。是挽嘴齿是无，当嘴齿是当嘴齿，当嘴齿是就什么就疼的哎嘛，对吧？哦，应该是就疼的。跟阿妈的就相共的咧，但是就挂的时阵，跟阿妈的嘛，嘴齿也咧哭哭，对吧？就是哭哭住的，安尼吗？哦，其实阵的时阵呐，其实阵的个，就是就挂的嘛，是。今次你感觉是边？跟我讲话。伊讲了上好，伊第一讲偌济呢？是，哎，加着哎，就寒，哎哎哎，吹气，哒哒哒哒哒，你冇你讲寒着的时阵就寒，哒哒哒哒哒。可能是 B 啦 ，B 啦 ，B 啊 ，B 好，寒，寒天徛伫路边的时阵，寒天来路边的时阵，按照进入答案嘛，好，你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寒天徛伫路边的时阵，对唔对？但你都还无听音呢，来，机会来啊！是食串冰，还是挽嘴齿？这是四千的题目嘛？对不？对不？对不？袂看这难嘛？应该是 A 啊，食串冰的。哦，啊你啊就啊就当嘴齿的啊你，哦，食介大，食介大啊！应该是 A 啊。我拄啊触着神经的时阵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，所以恁的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者，食串冰的时阵，对唔对？哦，容易比较细心哦。一般咱啊热天哦，常常去食迄冰爱就涩热的，因为你热胀冷缩，啊，佮有就是规个拢会嵌去头壳顶，所以英语伊叫做迄个brain freeze， brain 就是头壳，啊个 freeze， 啊是有当时因外国较定定食迄个 ice cream， 所以伊叫做 ice cream headaches。就是讲，冰淇淋头壳疼，安尼。啊，毋过咱台语讲当嘴齿，啊个也是当胃头壳去，叫当头壳。啊，拢爱较细腻个，做代志无香港的对。对对对对。